有口袋，还有呢，来，很明显的看出来它就是大宽裤。好，这块料子我们叫做冰丝的料子，是我们 MIT 只要到春夏天大家最热卖最喜欢的料子，因为穿下去真的体感温度可以下降非常的凉。再来大宽裤呢，来，它的 range 从 SML、XL、2XL 通通每一个人都可以驾驭，而且它也不分年龄。再来大家最多问题的就是它的长度，好，妞儿身高161公分，基本上我今天也是穿着平平的平底鞋，完全还没有踩任何的高鞋。所以呢，如果你是小个儿女孩，有两个方法，一个是你把它就是踩高鞋，第二个其实我不太希望大家去改，你稍微往上拉一点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连我都还有在往上拉的空间，我相信比我小个儿的都还是有的。而且呢，大宽裤来看到它也没有任何屁股胖胖，它就是很修身，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整个就是造型度啊、冰凉度啊真的都很足够。那你也不用担心它过宽，来，以妞儿的身形 S 号穿起来也没有过宽过大的问题哦，所以大家都不太用担心。屁股的部分也是非常的修身，就像裙裙一样，也看不到你的大腿肉肉、屁股肉肉、腰的肉，通通把它收起来了。现在啊，如果穿背心出门还太冷的话，如果或是你想遮阳的话，其实拿上我们的牛仔外套或者是我们的白衬衫来搭配这条裤子都非常非常的简单。